三眼再看月入十亿。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战虎哥哥。据印度卫生部官网24日数据，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1661万，每天新增确诊病例近30万，再创新高。而在近日，印度媒体曝光了一段匪夷所思的视频。在这段被曝光的视频中，一名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向一名新冠患者口中喂下了疑似牛尿的黄色液体。报告称，这段视频由印度人民党员病拿发布，标题则显示工作人员在帮助一名新冠患者。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视频不久后就被发布者删除了。虽然这段视频被发布者删除，但还是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激怒了众多印度网友。一个戴着红色围巾的医生给病人喂牛尿，是真的吗？是真的，人民党领导人士都通过喂牛尿来挽救病人。那是医生，不然他不是医生，他看起来不像是医生，可能那是用牛尿做实验的疯子。他怎么被允许做这样一个令人发指的事情？正是这一点，我已将其发给古希腊特邦的警察，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虽然牛和牛尿在印度的信仰中有重要地位，但是给住院的新冠患者喝牛尿还是很罕见。目前，印度人民党和最初发布视频的官员都被曾经辞职，而该视频在外网爆火。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外国网友的评论吧。好，我接受。Okay, come on everybody. Over, over. I'm Hendro and King. Over, over. Featuring. Over, over. Special song for you. Okay. Over, over.